有邊支路入？啊，去咗呢度，左望就喺度入不准駛入，所以一定困難，即係要由巴士，跟巴士咁入，再入。呢邊就好啊，可以入去，不過呢邊就唔得，暫時不准駛入。呢、這個路口唔知有冇得改，如果唔係咧，呢忽地咧就似乎冇辦法有 access 可以入到去，唔係唔好，但真係唔知點入車。先再睇下前面嗰度有冇位置入。如果巴士站呢一個路口入咧，冇問題嘅，但係即係經過啦，就呢條路咁得入嚟，咁就開呢一個路口，咁車又唔多，走都易嘅。咁就呢度出翻去原路出嘅啫。咁但系咧呢边就骨头路嚟嘅，呢度就行人多嘅。呢忽地咧就好大，比大街仲要大。咁但系真系就冇路口入，就是、一个困难。咁嗰边已经系烂晒，要睇下嗰边路系咩路，有晒窄格，可能系而家楼嘅地方。咁樣行到嗰邊，再睇。